我人没进去耶。嘿，猫咪，爸爸出门了。爸爸，下一个来。讲你感冒了，对不对？肠胃型感冒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虎林。今天要去中华电信办医信，让 iPhone 11办医信。结果原本要去基隆市区那间的，结果一查 Google Map， 瑞芳那间也是直营店，虽然比较小间，但是比较近，而且可能人会比较少。今天会有人吗？今天是上班日，今天礼拜六是补班，是补国庆日的那个补休的。好，走了。不用收钱，可能没有停车位哦。不用收钱呢，但是可能没有停车位了。现在停好车了哈。好像有点尴尬，因为市场旁边的停车场现在是开放的，所以没有位置，只好来停比较远一点的那个另外的停车场。路上写9点开嘛，现在大概42分吧，再走过去刚好有点距离，刚好来得及。好，我们来去中华电信吧。这边是瑞芳市场，在马路旁边人很多，然后这是刚刚找不到位置的停车场，几乎都客满了。反正这边应该也不太会碰到认识的人吧，那就拍吧。但买菜有两个地方吧，一个是这边，一个就是刚才停车场旁边。不过这边看起来比较热闹一点，路边。然后中华电信就在前面而已。现在有人很奇怪的现象哈，路边就有人拿相机在拍。我刚才看到一个，现在又有一个拍给你看。应该是外国客吧？啊，中华电信。说人家拍照很帅，你自己也不是在录影吗？应该开了吧？写9点，但今天是上班日，可能8点半就开了。来去读读看。哇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因为我网络上查是可以，但是我还是要先问一下。那您的号码是09333。好，谢谢。你是 iPhone 吗？对。那它会有一个设定费嘛？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就直接帮你作业了哈。好。那第一次设定费不是也是免费吗？对。然后之后就是要费用了。好，谢谢。那它没有办法，就是做免费。没有办法，就是要设定费300。对对对。OK， 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因为我刚刚要用，点不出去。它会跳。没关系，一般换卡也不会出账吗？可是他会一直跳那个帮他做免费换卡，他你用免费换卡，你就一般换卡，他也不会出账300块。哦，好，第一次换卡就不用钱。第一次换卡就不用钱，好，那你等我一下哈，就是下他有什么设定费？那请您帮我签一个名单，那就已经通了哈。已经通了。对。我不是还要再扫什么？不用。要啊。对对对对对，要过一分钟。对。这个先帮我签一下名，等一下我要列出来的这一张这个 QR code。那等一下这张给你留底好不好？等我一下。好。这是要给你扫的。OK 吗？这张给你。无法设定。等一下，我看下竣工了没？等我一下。等我一下哦。听好吗？我再扫一次。好。啊，那个啦，他没有上网。对，等一下。那你可以先到旁边一下啊，我先帮那个小姐。啊，等一下有问题我就帮你用。好，好，那这个先给你哈。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好。电信业者提供的代码。
猜对了，零零零零，第一次都零零，是有信号。我再打电话看看，有，通了。哦，好多人，哦，好多人，这边太吵了，市场。走进来这边比较安静，哦，该还蛮快的。然后我现在要赶30分钟内回去牵车，应该来得及吧？还有10分钟，这样就不用缴停车费了。都买 iPhone 了还在面省，已经办好eSIM卡了。然后刚才在里面发生一件很糗的事情，就是我扫那个 QR code， 它竟然没有办法确认。后来马上发，我想到我的那个 iPhone 没有连上网。我真的蛮快的，第一次免设定费300，然后预付卡也可以用。OK， 缴费，嗯，是15分钟内离场。有一次我从上面开到下面来啊，OK 了。有一次我从上面开下来，超过15分钟。原来前面车子好慢，然后蓝底下整个停车场内大塞车，然后到出口的时候已经超过时间，走不到我停那里。哇，这里一旦要很帅气的亮个灯哔哔吧。哎，我人没进去耶，我没有看到你耶。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你啊！你太矮了啦，找不到你。你想要发生什么事啊？他在学校。是啊，忘记带，又忘记带回来了哈。嗯。